不会吧，我就是 为了你的角度才翘的。快走走，撞的是鞋子。这个过了一半之后，下面就完全是红线的过渡。哦，对，所以这个石壁很谨慎吗？他还不习惯那个速度。这个就跟我们这下半部这个，我看一下，我口罩是跑到下巴一直啊。是啊。我就觉得它怪怪的。嗯，行吗？我其实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安全帽都有点卡到我，这勒太紧。嗯哼，卡到我。什么叫勒太紧？就是它卡在那边，那我的口罩要在它下面吗？安全帽。对啊，安全帽。袋子吗？对啊。不是呢，安全帽的袋子在你的紫色以后呢，你卡到的是你那个紫色呢。紫色哪个是紫色？我的你穿的中层是紫色，对啊。你卡到的是紫色。那我们头不会翘太高吗？嗯。我怎么觉得我也是像在拍天上的感觉？很难讲。哦，因为你说我都往下看，对。没有，应该说星野影片就开始往下看，但是在没有赖梅华的时候就还好。你说我在看他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因为理论上我现在的角度是往上看啊，是没错啦。那我现在的角度是什么？我就还是偏上了一两度，那我觉得我翘了五度吧，我觉得我是这样。嗯，你要不要把我翘下来一点？是是是是。啊，我看，你看前面平着看，一模一样。那也可以直滑，先第一个又热身回来。先热身回来，然后中间松雪冲一次，这次直接从松雪的旁边下。哦，你说最高哦？对啊。没有啊，那个我们其实就是在最高，我们是从更高的那一台下到这一个的最高，只是我们下巴是从最高的横边切过来，这是从最高的正上方下去，差别只有这样。噔噔噔。中里，那不再玩一个多小时就要休息了，不到，就是一个小时。哎，啊，我们的左边那个山没有去啊？哪边？我们都一直滑右半山啊，我们只坐了中间最长缆车。啊、左边的绿山没有去。到处都要滑一滑的，啊，这个那个也没滑、啊。那个哦，那个要坐高一点的。好了，那这个就回头，我们现在就是逛完，逛完也差不多了。回头什么？那个啊，回头下的这条路。刚刚这个就要戳过去，对对对，就是那条路。这右边是没路还是怎样？其实右边这条路感觉也不错呢。这条路没人滑呢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路呢。我觉得应该是啊，还有灯呢。有，我只看到头。哦，太好了。我觉得这可以呢。我觉得左边好呀。左边比较陡、哦。我觉得右边比较好、哦。左边是前进了一小段才开始下。第九中。还是反过来看地球的，还是反面是正常的。它右边没拉线，不就是可以吗？嗯。因为这个横滑症，那不就是更陡吗？这个为什么是下面往上说地球洞？我就说牌子不知道是正面的。不不不，我们看得懂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正面。看一下，写什么？
看不到啊，不想。好，就走后面。我会被你们。不会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也太窄了点。好了。刚人家真的是从这边下来的吗？这里好像糟糕了。怎样？我们只能横着切过去，去到那边。刚刚那边下就是那么陡啊，好恐怖的。这不止32度吧？只有上半部啊。我们现在只能。这样子只能这样切过去了，怎么办？你说就冲下去让它跳上去啊，不然我们过不去啊。对啊，这一块的雪只能这样切过去啊。斜切吗？想办法像山羊站吗？先，对啊，我们山羊站应该很熟练了，先拍照。而且难的只有上面呢、欸。回头看怎么觉得那边比较不陡、啊、但是我刚刚那边变被我骗过来了，那边很陡。哇，这样子就想办法山羊切唱过去啊。这里有人有切过来的痕迹，一定要站稳哦。这样子切过去，我想要贴边边一点，就是这样子切过去。我要站不好我就滑下去。不会滑下去，只会一直切，怎么办？这样要切了，整个喜欢的角度再切入。我想这样切啊。你要直接滑下去，很陡的样子，哎，不会吗？不然这样子就更陡了。我是想这样子，这样子横过去。啊，我也是这样啊，我是这个角度，你是这个角度、啊，你这样子会撞上去，我这样子可以顺着过去。你要盯住就好，这样我先过去。好了，安全了。我是很保险，我的山羊站过来。嘿啊！好落差哦。啊？这里好落差哦。嘿啊！真的，这很难呢。要过去才安全。
就变成我们两个被底下的人观望。你要往下滑，不然我过不去啊！我不敢过去。我没有自信啊。嗯，拍一张。跳跳跳，没了，换我了。是啊，好啊，这么远，太高了。我去那边。是吗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是要到中间弯回来啊。不会，我现在只有紧张不紧张这样，你不用动。好了，这里我就习惯了。啊！你要比我快、啊，
因为快要进入安全区啦，这里大概两个弯吧。那我先动了。已经进入可以冲刺区了，冲刺区了，不会危险啊。那我先下了。哎，好问题，好问题，我们应该加速冲到后面去呢。你来到我这边。这里应该是你也觉得安全可以冲的地方了吧？这个位置，然后，对啊，太近，这个位置，然后瞄准栅栏的后面，我要冲到后面去，要冲啊！我这倒有点起雾，在那边整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这次要下最右边这个，我下全身冒汗了、啊。但实际下起来还好、欸，就是横着滑比我们想象中的安全太多。其实是我们不习惯，其实好像可以转后连续下的、嗯、我们只是要原地休息一下。飞的人厉害，他算有气。飞一百分，有一个灰色、黑色的。你说有个横切以后，突然间就直直下来。没有没有，他我说他很快，一直转，一直下来，但他中间有那种飞点而已。哦，是哦。你没有看到？我没看到。就是在雪板的旁边，然后他下的比雪板快。嗯。然后雪板还在下的时候，就是有一把有实力的人来慢慢的下。嗯。我们俩分看起来是慢慢的下。很蛮慢的。我只有下半步才变快。最右边应该还好吧？最右边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最右边右边还有一条，就是你这前面这条，就是你说那个地方有陷下来会摔死。啊、其实是在联络道的，联络道过去以后再回头折才开始滑就没事，超过前面那个坡之后就看得到了。哦，下得满身汗。其实才几分钟，才过了20分钟，至少搭到快缆车了。那中卫这一道就不要试了。对的。啊？没有每个都要试试看吗？你要试吗？鼻子有点痛。哎、欸？我觉得还带我们饭团，不然要吃饭团，有点晕船的感觉。对啊。嗯。那你想吃什么？不知道。
采任何东西再打，都可以啊。背着包包。对啊，老问题。联络到大爪弯，切过去又切过来。哦，你是说要联络到大爪？对啊。为什么不直接下来就好了？这边直接下，其实坡度好像比这边还简单。对啊，你没有联络到这边下来，因为你是直接下来就好了。看看。我联络到这边还，等下手又起来。我可以，这联络到我可以，不知道你行不行？唉，那就是上去往左转。我怀疑那个接回去的路，会不会路过刚刚那个缆车的地方？就是刚那个缆车的，我刚刚下缆车左转。然后右转有一条路，刚上一个缆车啊，而且这里都还有灯呢，它该不会晚上也让这些地方都可以滑吧？喂，等一下再放呗。为什么呢？你最近为什么这个发呢？缺乏安全感。好，再偷看一下那个。哦，对了，就是回头往右都可以滑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这是怎样？嗯，回头。回头右前方直直下，但是那个局网是怎么回事？是Z字形的下去，好吧，走吧。还有雕呢，你要我先过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要雕吗？后面太亮了，搞得它很暗。你说这个雕？对啊，我等一下用两只手来操作，再来帮它调亮度。有两只手了。你这边有拍啊？有路。有了。刚刚我们家被人家打。有路了，你跟我走就对，会回到刚那个缆车。先往回走。对，往回走。对啊，不是那里，那里拦住了。哎，要是下去了啊。那回头在哪？有啦，我刚看到有人过去。中间。到不了，到不了，那就玩这一块吧。从上面下去啊？对啊，我们刚从那里下，现在从这里下。你先好了，我看着你啊。
松松的。哎、欸，舅啊，等一下，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去逛另外一个山？那就要滑到偏右滑这样。慢慢缆车是不是？比我们第一个慢慢缆车还的下半部就要往右转这样。Thank you.
是来滑玩而已。好吧，所有的雪橇都滑一滑。对，左边一道，右边一道，先滑左边绿线。绿线看来绿到太离谱了，但是现在没有很粉，所以应该滑得回来。那右边说这是红线，啊，大概也是直直滑下来吧。刚刚好像太用力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右脚松松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很用力，所以黑黑的那个。也不是黑黑的，就是我觉得我扣子又可以再多扣一个。对啊，就是一个滑黑的后，觉得鞋子都松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太用力了。我想要我问你，然后还跟我说不对不对，然后又对对对。因为啊，我们先坐一的缆车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上面有人这样切过来。嗯。但是现在那个橘网又围着，那到底是能不能切过？这是要卡我们大腿间的，是不是？啊？这个没有棒棒。没有。哦。没有，有的时候。哦，我们有哦。你是看对面来的，所以在检查。对，我看到对面来的有，然后前面的没有。前面三台都没有。那这样子掉了吗？不知道，所以这样棒棒有什么用？卡住啊，不会摔下去，卡在中间呢。你是说这样子小孩就不会咕噜滑下去？还有卡在两腿中间。对啊对啊，就不会咕噜滑下去。好痒！哎，我有记得开 GoPro 吗？我开着啊，而且它的电就是现在就50了。哦，你看得到？它的电 LED 秀一半。我觉得这里也是可以直直往下走啊。哦，就旁边啊。对啊。玩兔兔跳。好像也没办法跳，就只能直直往前滑，不是很深。这种坡度就不是很深。而且太阳也出现了。嗯，然后就有雨在中间。嗯。好了，还不错。这里还不错，这里比昨天那个好，昨天那个好无聊，这里都一直坐同一台，真的。我这里是也是一直坐那个快的啦，也差不多。就是大一点点，让你有探索的感觉。嗯、但实际上它不是真的大一点点，它是太平了点，所以要弄多一点缆车。从那里滑过来就有点勉强了。嗯，对、啊。那带着要怎么回去？这里往右有个可以切回去、哦。你说那些人到底怎么来的？哦、那个缆车停的，就是从这里背后滑回去的。回得去就好，不然叫我走回去。一定回得去啊！唯一的小问题只有，如果你还要想回到刚刚那个山的话，要只能坐那个超级长缆车切过去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不着回去了。但是这个滑完左右一边就休息了，没有。又有点太早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坐那个太长了，又不知道花多少时间，就有点尴尬，卡在中间。不会吧？这个上面如果还在很上的话，切回去。嗯，哎、欸，可以，这里可以一路切到最右边。啊，最右边那边那个会要推一下，如果你要再去下一台缆车的话。哎、欸，不要去下一台缆车，我们就是要去中间那个缆车。那中间那个也是慢的，一直随时都在停车哦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中间，我是说右边是最右边是一的话、嗯，是高速嘛、嗯。有开的一，有开的二，我想去做有开的二。那有开的也是慢的啊，他也是说初级者，然后一直停车哦。有开的二不是初级者啦，他是写初级者。那边初级者，对，他也写初级者。我们第一开始做的是有开的山诶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哦，那就好。都也是写初级者啊。哦。那个也是写初级者，所以很多人做，连小美美都做，不是吗？是没错。最第一号还是第二号，忘记了。嗯。这里为什么有一条路？可能是从上面这样转一圈，又往左边了、哦，联络到让初学者安心的路。今天怎么会那个坡？我们两个都在下面看都觉得还好，但上去真的在看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呦，好陡哦。我们看到还好的是下半部，然后它那个是上半部，而且那个上半部啊，
一些人尝试下以后，造成了很多我们觉得的断差。哦，被他弄崩掉了啦。就有的高，有的低啊。崩掉。但是其实滑上去比想象中安全欸，就是大概这个角度，但是我们真的过得去，不会摔下来欸。当然不会。就是我们这个雪板就是山羊站，那就是你质疑它不开的那个缆车。笑。往右滑就切回去啊，看到那个山了。那我们先要滑最左边，号称是绿线。然后最下面太平了，看来坡度最上面就被用光了，就没多高。奥利鲁，奥利鲁，太阳，太阳。就是要紧急右转啊！你要只能右边，还是能走左边？没有，左边是铲雪车停的地方，只能右边。有回去 Ski Center 的路，那里有一个头，他是坐下了吗？没了。啊？我差点摔。我刚刚听到一个叫声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又被惊回来了。还是你要再滑一次录影？我就是录影，然后滑乱七八，差点乱七八糟。我可以录啊，那我跟在你后面，然后我拿着手机录好了。然后万一手机掉了，那就再做一次，应该是不至于啦。我只是说这里安全，手机飞出去还会在看得到的地方。人家脸部啊，压烂。要再滑一次吗？你先滑一次右边好了。不是说两分钟要滑，哦，就算看结算一下剩下的时间。对啊，现在就还有一条那个，一条黑线没滑过这样。来不及了，看不到，已经看不到右边的事了。你要说撒糖粉吗？直接帮我穿我以前服在里面的外套。嗯。嗯。我这
个是压过的吧，所以有剩一点点松雪的就是这一道了。风景哦，嗯，不过我怀疑那真的是神力高原吗？我会说现在上面我就是说看不到人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怎么会雪场没有人哦？对啊，而且我也没看到缆车啊，或者是说那是一个废弃雪场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没看到挂任，没有看到缆车在动，并不是我眼睛花。不过那里有一个大房子，不知道是旅馆 level 的还是什么。那边还有山吗？所以云盖山挡住这样。嗯哼。有一点点山。啾啾啾啾。嗯。啾啾啾啾。啾啾啾啾。又高左低耶、欸。所以很多人卡顶也只会卡半点，因为都只有看到一个湖，然后没有下一个。因为这边弯回去的那个，它一转过来的话速度太快了。你是说这样子的多？这边还没有左高右低，这边还有，前面就不行了。是大家都卡顶。要弯过去，如果它硬要继续的话，就会变成。就没有下一个弯，就会变成站在原地。是吗？因为你往上能动能就没了，那就没有那个速度再做下一个啊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还不错。我说你往回看很漂亮。嗯，圆圆啊，圆圆哦。不是圆圆，是这些树很漂亮。就等一下滑过来就可以。拍你一模一样的角度了，站在那上面的时候，啾啾啾啾，嗯，一下，我没看时间，嗯，应该3:25。因为黑黑这一层有点难看到。嗯，35了。嗯。我想象时间过得快。不可以再滑同一条线了。没时间了吗？因为这个缆车慢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滑这个红的，然后再坐一次上来，大概就5级了，然后大概切回去中间了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去这边吗？先不要先滑没滑过的，对，先滑没滑过的，然后再看剩下的时间，然后先滑没滑过的到了缆车站坐上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知道一趟多久了。我刚说要锁紧那个也没有锁，右脚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也没有，要直直冲哦，这里太慢了，不知道推多远了。直这样冲过去啊！他站这么远路是路得到什么？那个人都走掉了。他在帮那个人。应该是啊，不然他在路谁啊？不然他路自己，然后那不是整个都走过了吗？他帮很多人怎么办嘛？嗯。加速啊！加速啊！全都小孩是班级还是怎样？这里拍一张，右边拍一张，左边拍一张。好，下一个。我拍了就拍了。然后接着你刚刚说好的角度就是这边啊。
要在这个高度拍吗？这里先拍一张。这里先拍，然后下去再拍。如果下去后悔了，那就上不来了。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下再下去。停哦，停哦。没听到。停啊！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刚这里就想拍了。好，你停着不要动啊。这里，哎，那一大块空地现在看到很大，大雪地。好，来。好。这些很丑，今天是口罩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你停啊停啊！停啊！你要滑普通红线还是要进去？进去的时候这里就要进去了。随便啊。那我进去了。好像比想象中的深呢。呜呼！很松很松。好像不大妙哦。为什么？我好像下面有馒头。我先扣紧一格好了。这里干嘛拍张啊？这里很应该适合拍全景吧？怎么办？你挡到我了。啊，你下去不就可以拍了？我想拍全景。你下一格就拍到了。嘿，扣紧，很好。那我先拍一次好了，那我录个影。就挡在我前面。你说我挡在你前面。哦。刚刚这里整个很漂亮，你适合拍全景。我开始录，开始了。换你下，我往后退也可以吧？你等我一下。你往后退，但是我会旋转。好，随便。你要到我上面。你侧降了，我到你上面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！我这个离线太近了。要离线更近啊。还好啦，才一点点。啊？哦，我已经站在这了。我要走了。
帮你录了。好，赶快去坐缆车。发现下半段太平了，可以直直下。有啊，我是直直下的吧？我是斜的啦，然后这样子。后来就变直直下了，就偏直的下了。你想要我帮你录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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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会往下走，有路。那你那都只有脚啊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就变。这下回头了。现在可能要去中间了，因为你要算缆车拉到顶的时间。48分，对啊，但其实还有30分钟，然后已经4:02。啊，问题是去那个黑线，我们没办法评估要花多少时间啊。我们也要去黑线，你要去哪个黑线？就是要，而且是要坐那个慢二的缆车，就是我们唯一想要去滑却没滑到的线。那个好像过不去啊，刚这样看不是就是过不去吗？一过不去，但是二过得去啊。二下缆车，我们滑了左边啊，那个就是山羊切很陡嘛。嗯。那我们二下缆车往右边，就是我说有那个联络道的那条地方。哦。对，然后我本来以为一，因为我看到二下缆车往右切的时候，上面有人这样过来，我以为他是从一过来的，然后我才说哦一那边切过去，结果搞错了，可能是在红网橘网子那边吧。嗯哼，他挡住了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挡住了，可能是血况不好。那你要再画一次这个吗？自己想吧。我不是我想，我是说你说可惜的话，那就是这个再画一次、啊。我刚刚是觉得隔壁很漂亮。好，那就是隔壁再画一次，然后录一次这样。你想要录这个吧，我帮你录。不用不用，这个不用，这个真的还好。下去，你这个收手。兔兔跳、哦。这没办法跳跳兔，这只有直冲而已。如果跳起来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跳，对对对，好，回去再看一遍，那就左边啊，我们两个都录一次风景的，就是其实这应该算是跟新野比较像这种树吗？嗯，新野的树林就是这种树，你是不是觉得那太平不好玩？没关系，可以再玩这里，真的、啊，这是还好，嗯，你选啊，嗯。都好，我觉得都好，各有好处。好像回旅馆有那个喷枪的喷枪，不过他的风真的比较弱，他就没有那个。这个人劈的也太开了吧！大腿很酸，这个后面的也是，两个都是。很劈很劈，他们那样我都知道腿会很酸，因为我也很酸。但是这样未必 没有好处哦。他那样练久了，大腿变很强之后，他再用正确的滑法，有的时候正确的滑法不是想做就做得到，因为缺乏肌力。哎，那个在外墙，二层是很强。没有没有，那里有一条是压过的。我刚刚有观察过，我在想，我本来在怀疑局限右边到底有没有压，后来。看了上一次坐缆车，我看到有人滑过去，我就觉得那个有压过、嗯，所以你真的要滑松的话，要在局限的这边、嗯。有人偷滑小树林、嗯，最近全部都是红色，一路进，我看，啊，这边树都是一路进，哦，那就是不行啊，那连自己责任都不是、嗯，是不准进去。嗯这个线为什么突然抖得这么厉害？有谁勾了他吗？不知道啊，你看他自己，他扭腰给你看，很奇怪哦。嗯，麻雀吗？车的震动让他抖，应该是吧。我们这里也有在抖。天降到底几度啊？
负二、负三之类的吧。但是那边那滴水，是太阳在晒。我们这种外衣服啊，有那么强啊？就是负二都不会冷，这样穿了就不会冷。我们下黑线，这里身体就大发热。没有啊，我说现在的状态都不会觉得冷。你刚刚有滑松雪啊？也不是，我说穿着就不会冷。啊，还有就今天没有风，有风跟没风差很多，你也知道。那就走这边吧，走这边。地震很痛。嗯。好。我们回去要来运动的，就一直被你的那个都说。说什么？我觉得那个家里的运动真的不行，我们要出去快走，半小时就好。每天没有，都每天135好了，不行，135那个一那个新宿医院不会开，那不要26。嗯。嗯。爬楼梯回家的。你要左边还是右边？你说，哎不，你要这边还是那边？那边啊，那边啊。啊？要拿出来录吗？那我跟在你后面录好了。我跟在你后面录。你为什么要跟在我后面？你跟得到吗？啊？对啊，所以应该是我跟你才对啊。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跟着你就好了。赶快走，赶快走。可以进去啦。你说什么？Tears Love 在。你在？我觉得是在。因为我觉得他在你过来。那个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是那个。不会。太阳跑掉了呢。OK 了，
我刚忘了看着你了。没事。好，走吧。只想趁机扭背后把背包压住。哦，因为你的姿势就要。我这两只手在那边。哎，在挣扎。拳击一样。好玩，有松松的好。对啊。我刚最后你有看我脚多低吗？已经快要顶不住了，要摔倒。你是怎样？身体在后面。就不小心没站好。其实这个时候就知道重心朝后是很危险的，但是就顶一下，顶一下撑住就不会摔倒了。肌肉现在超壮，早上按摩按掉的，现在又回来了，又紧了。嗯，说那小腿真的很有用啊，不是松松的，不是松松的。你是说怎样？那个按你推哪个地方觉得最酸痛？我一开始学小腿就觉得，有一点脚底耶，脚底有点痛。我没有。它有弄你脚底吗？有啊。对，脚底我脚底蛮痛。蛮痛，我是那个，我觉得最那个的是那个小腿前。我觉得这里应该可以站一次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但是你现在就回那边就结束了。对，就结束了。哦，对啊。回到那边，然后在旁边等，这样。那可是最后一班车呢，错了，没搭到就死定了。对，我不用贪求这个。而且谁知道这个会不会中间又给我慢下来？刚刚他就一副要慢下来的样子。他切了一个松，他就很想要进去看看了，还是没有，很有企图心。我一样，跟我一样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的，倒着，然后就倒着滑下去。他们的 pose 老实说其实是很稳的。他这个呢？他到底有没有在刹车啊？他有，他只是对速度的那力比较高，但是他的刹车力不是很高。对啊，他到底有没有刹车啊？我觉得他在一直脚开开的下去。没有朝内凹就下慢不了的意思吗？对啊，他就一直脚开开的，他脚应该是爆摔的。现在滑正常的脚都不会酸哎。就用不到力量啊！以前就很酸，随便怎样。啊，正常的也酸。以前废话，我都半蹲的在滑，都很酸啊，酸爆。啊，那你看就是进步了、啊，正常已经用不着半蹲了，正常就全身放软，随随便便的就咻过去了。这条路很神秘耶，就是下来的人哪找得到这条路啊？但是这却是有压过的，也没有路牌啊。对啊，这根本是引人犯罪，好像让人家滑树林的感觉。嗯，我还是不敢滑树林，我觉得我应该会撞死。我看一下，你要说这是树林，会不会其中
目测有一条直线，我就直直滑过去。表面上滑树林的意义了。表面上是树林啊，其实是树从我身边过。哎，这个人，没收雪票。去没有人要救，没有，你应该说，有人会去救你，还给你收钱，账单50万，没有，这里没有那么贵，你以为没那么贵，他只是列出来，对，啊，只要他派了4个人，他就帮你乘4，对啊，不可能一个人救而已，一个人来救我就好了，他拉那个袋子也要2个啊，然后那个袋子的钱也要啊，然后成立救援小组，就是打完电话后求救开始。有人要 arrange 什么，那个人也算了。对啊，他就说了零零总总，还有万一那是吃饭时间，你要买便当给他们。哦，真的吗？他就说那个伙食费也算。我没有认真在读。有那个每一条我都看了。伙食费、救助费乘以人，然后还有什么成立救援小组费，还有什么费，然后有就是万一要直升机的话，有直升机费。贵爆了。等一下，是右前方那条路。没有这里吧？没有这里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走右前方那条路。这个也可以了。可以这样子走这边。对啊，我觉得这边坡度比较大。哦，就走这边。看一下。还是那里其实没有路。没有箭头。看一下，偷瞄一下。有路哎、欸，好了，那我先呢、啊，看一下。你在念什么？有洞啊。哦，你说那些人挂在上面哦？好，我停下来看一下。车子在动，现在才在动。刚刚你说刚刚他们挂在上面，对啦，我刚看，如果是这个速度的话，确实刚没在动。哎，等一下，回头一下。不是，没有，没有，只是下面是 center 那条路。上面是回头这条路，所以这两条路现在接在一起了，没有了。那我去看，那我过去，我再冲过去看一下。最后一段了。好，你接。你用看的就好了。没了，回去这个缆车旁边吧，等车的地方。你要看时间哦，我们都来这了，也不想坐这个缆车啊。4:05。对啊，该走了，对不对？我估得准呢、啊。
你要拍哪边啊？就后面那个树啊。哦。但是我是口罩哎、欸，很丑，要把口罩拿掉。你要露出脸吗？露出脸，但是戴着安全帽也不好看。对啊。应该没有用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不知道人像脸在哪？对啊。他把口罩拿掉吗？我怀疑他的行不行啊？只有嘴他是认得出来吗？可以吗？不知道效果怎样，还是你要用 iPhone？ Android 的。毕竟软体模拟，软体误判就没救了。Portrait， 等会，手套还没套好。他还是不知道脸在哪。是因为没有眼睛吗？好了吗？只有半身了。有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怎么很丑哦？我现在就是搞不大清楚。他开好快，他开好快哦。那么大，拍那么大，你是不是要拍半身？我半身全身都拍了。你要不要？没有，不要。他开好快哦，走左边好了。这条不是路吗？奇怪了。好深的雪哦！嗯？啊？是啊，要往左了。我去喷呐、啊！你说脚吗？一休，一休。等我一下、喔，你让我看一幕，你的电可能要掉了，它现在是零趴。真假？然后它因为它秀了 low battery， 所以我按关它不理我。我现在摸出规则了，就是要把那个 low battery 按掉以后，就可以关掉它了。有办法有
些。大家说放屁行不行？上，你们两个爬山啊，没有运动了。用外面的刷子吧。你也往我这边也打。旁边就是铁道呢。对啊，所以他感觉。我是说前面，前面，前面这个。我刚在滑到那个，我就有看到啊。我是知道有站，我现在才看到线。我想说，圆圆的灯亮起来了。而且停车场的车好像走掉超过很多了。收工了。我们也是，我看一下啊、喔，现在的时间是12分，可以的啦。不行，没有了，明天再滑，好不好？滑。你先去那边坐车，哎，你们三个先回去，你也回去，东西要带到哦，安全帽、雨具什么都带到哦。好了，你们三个先回去。是教练指挥吗？还是熟人指挥？前进一步就陷一下，太深了。这个我身上应该没有什么血吧？完全没有。这也没有真的摔倒。我看一下，还是你的线掉了。可能掉了，我刚向你讲。哎，啊，你回去你爸哎。可能掉了。掉了。那所以现在关得了机吗？啊，我刚刚已经关掉了。你在录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不是按了吗？